风而空屋，方为人上恩人。下官列万路我亲，奉圣恩，放我把父亲安，回家祭祖。走也，六哎，站啊！
尊严，哪里来的什么女子啼哭？这种病有毛啊你！远古啊，有周我脚是。马扎起头头是。老爷
里了？那个女子儿她不告了。那她为什么不告？老爷不准她的状态，她就不告了。你去告诉那个女子儿，就是老爷我准了她的状态儿。是，那一女子儿，我家老爷准了你的状态儿。怎么着？你们老爷准了我的状子了？真是如此，我还要告诉你。相干是打胆是打胆是官僚团体是回去啊！这一女子有何冤枉？你与我起来接来。
是，我哭的是什么啊？哎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问问你，嗯，你出去这么些个日子，嗯，难道就不想家吗？哦，为功名时当，也就顾不得想家了。哦，顾不得想家了，顾不得了。这么一说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哎，回去吧。等等，做什么？真格的，你走的时候是个白面的书生啊，如今晚回来，这脸上怎么长了这么些个讨厌的东西、啊？这是胡须呀！哦，是胡子呀！哎，怎么长得这么长啊？天长日久，也就长长了。这么一说，去得掉，去不掉呢？怎么去不掉啊？是掉，哎，就掉，哈哈哈哈。